凝视三分钟，也许你们两个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答案，我不知道。好，我赶快让开。到了吗？哎呦，这么急啊，迫不及待、啊！告诉我你看到什么？他好可爱啊，一个很漂亮的外表，也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的一个小女生。然后我感觉她很害羞，她很不自在看着我。对啊，很尴尬。她无法凝视我。还有。